没有，别的事情是因为现在我已经放弃了。一起来对，我真的是个没用的人。你如果换个另外角度来讲，我也不觉得可惜啊。因为有你在我身边的话，应该什么都不重要。等你醒来之后，你们追踪一个新的新的新的也可以啊，对的。需要你能理解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Thank you.